想穿梭在花莲各乡镇通过玉里大桥得要有点耐心，因为现在只能单线通车，还有接缝处正在修复，想赶路恐怕得要慢速行驶，如果遇上管制，时间更会拉长。918大地震震出花莲两座断桥，一座围桥，其中高寮大桥更传出三月份遇上地震时就曾经封桥维修，才短短修复几个月全变了样。当时县长徐祯伟也亲自到现场勘灾，桥面已经龟裂，护栏接缝处也都有部分震出状况。对此县府回应，三月份检测大梁、墩柱等重要结构未损坏，桥面是被这一次的强震给震坏的。不过地检署认为这攸关公共安全，将介入调查。本署已指派专责检察官收证调查，并与相关单位联系保全证据，以厘清责任。只是三座桥从北到南，高寮、玉里、轮天大桥几乎都是附近民众天天会经过的主要干道，震毁震断，现在仅有玉里大桥边施工边通车，另外两座何时要拆，何时能够开启重建，县长认为中央得要协助即拆即建，更需要近22亿的经费。19号苏贞昌勘灾时也承诺会协助规划。那因为这个是维系到民生用路以及我们这个抢灾抢险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是会照着行程来做，并不会影响花莲县政府或者是中央工程会要来协助地方上来做复建的工程。旧桥耐不住震，柔肠寸断，新桥何时会来？中央县府谁能给出时间表？恐怕是当地民众最想知道的事。TVBS 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倒塌房屋前的这个十字路口，在19号晚上已经完成防止拆除的作业。稍早刨除完路面之后呢，可以看到现在正在进行铺设柏油。他们希望在这个路段中午前就可以进行通车。大型机具从花莲市区运来进驻现场，尘土飞扬。台东6.8强震过了将近42小时，终于有了新进展。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19号下午倒塌民宅的某一层还打横在路中央，到处都是建材石块，满目疮痍。对比现在凌晨3点多，将1400平方公尺的路面上深达2到30公分的坑洞龟裂，全部泡开回填。中山路二段跟民族街十字路口渐渐恢复原状。花莲县长徐祯伟也到场坐镇视察。尽管路面抢修如火如荼进行，但居民们最担心的是这个。第一次来水公司是请全力来赶快来查漏水之处，所以它现在是减压的状况，并没有停水，而是减压。因为减压之后，供应到各户各宅的部分就会这个水量非常的少，以至于不一定上得了电那个水塔的部分。短线耐不住强震，自来水公司至少经过上百件地下水管破裂的状况，像是松埔里已经断水将近2天，居民完全没办法洗澡。目前县府加派3部水车，还有加水站跟消防蓄水车，让乡亲加紧用。部分地区早上终于传来好消息。强劲水柱从水龙头冲出，尽管水压不是这么稳定，但对居民来说已经松口气，尤其是摊商们。有水就可以做生意了。对啊，比较方便。不然就不方便。一早开店，先把琉璃台清洗一波，终于能好好做生意。这一强震让不少花莲人余悸犹存，各单位加紧抢修脚步，要让居民们日子在最快的速度内回到正轨。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好，主持人带来关心花莲正在最新情况，可以看到呢，目前在玉里知名的臭豆腐店这边呢，店家是照常的营业，不过呢，座位区全部都围起了这个封锁线，就是因为呢，目前不开放内用的情况，主要就是受到了地震的影响呢，其实水呢是断断续续的，虽然照常营业，但还是难免有些不方便。我们先听一下稍早访问，三锅的油全部都洒出来到地板上，然后收拾的时候就比较难收拾。花嘛，大概3到5个小时，对，因为油的部分比较难收拾，对，还用洗碗巾还有那个洗衣粉来把那个油去掉的，对，花的还蛮久的。好，可以听到呢，其实店家呢在第一时间呢
地震的时候呢，整个油锅呢都是只有这个油漏出来的情况，第一时间就紧急闭店哦，是来进行清理。那昨天跟今天呢，其实整个生意呢都是没有受到影响，不过也因为停水呢，也造成许多不方便。那除了臭豆腐店呢，其实还有包括像是知名的玉里面店，还有一个桥头冰店呢，其实都是整个冰柜以及这个相关的器材都是有一些受损的情况，因此呢都是停业至少2到3天来做清理。不过呢，在是这个地震发生的第三天之后呢，已经逐渐的恢复原状，也就是说呢，已经陆续的恢复营业。不过呢，难免还是造成了一些损失。以上面找到最新情形，先镜头交换给彭宇主播。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民众在健身房拍下地震瞬间，连忙往外跑。出来！不是，我刚刚说那个地面是凹凸不平的。这里是花莲玉里镇上唯一一间健身房。918大地震，花东灾情惨重。监视器拍下柜台摇啊摇，抽屉弹开来，接着荧幕掉下去。哇塞，这一片狼藉的。员工地震后回到健身房，不敢置信，天花板掉了十几块，还有玻璃破掉，就连大家打卡拍照的镜子也碎了。天花板都掉到地上，全部都是。对，那个哑铃啊，全部都掉在地上。员工说，不幸中的大幸是地震当天刚好公休，没有人健身，没传出伤亡。几乎每间教室都有天花板掉下来，清理后装了好几袋放在门外，免费开放给居民洗澡。健身房业者在脸书 po 文说，玉里多处因为地震停水，他们欢迎居民自备盥洗用品来免费洗澡。现在家里都停水，也不知道几时会来。那透过脸书上的讯息了解说，这个健身房有提供我们盥洗，而且还有热水的服务，能免费洗澡，居民直呼就甘心。健身教练也拍下天摇地动的画面。哇！镇上有建筑倒塌了。嗯。然后你那时候在教小朋友，刚好在健身。对，刚好小朋友在另外一馆运动，这样子跳舞。据了解，健身房哑铃重5公斤，地震当下被震到掉出架子，如果当时有人，极可能会受伤。业者先把哑铃跟壶铃放在地上，避免又有余震掉下来砸伤人。 TVB 的新闻，高志宏、黄国军、许佑翔，花莲场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整片路树还有一排的红砖头往民宅倒去，残破不堪，底下土壤石头都裸露在外。18号下午，台东强震来袭，临近这样的花莲县富里乡首当其冲，灾情不断。研究片也倒塌了，住宅内的水泥墙断成三截，上方的柜子受到重击扭曲变形。走去住宅后院，整面水泥墙仅靠铁皮屋，几乎看不见缝隙。现在要找梯多啊，要给它冻结了。就怕民宅承受不了重击，赶紧通知单位做加强措施。实际来到基拉哥塞部落，大部分民宅地基掏空倒塌，紧靠在隔壁住宅墙面。还好我家住家是这边是仓库，它本来在这里，现在整个都倾斜到那边去了。真的是被这波强震怕到了。富里乡的受灾户不止住宅受波及，连走在马路上也触目惊心，整条柏油路有大裂缝，行走都很颠簸。隔壁的东里村还得外出去接水。拢成只水来用就对了。对啊，无要去变做也无水啊。用水管接起古井水，民众小心翼翼地装进盆子里。东里村不止民宅受损，地震后还停水。一号无迄啦，十号拢来了了。第一届拄着，头一届安尼吼，一到70年啦。哎，今麦收起来阁会惊吼？惊哦，迄啦阁摇，我拢只呢只。火了半百后，遇到强震，人心有余悸。花莲富里乡居民用乐观态度面对，但就怕余震再来，民宅恐怕不堪负荷。TVBS 新闻高中张启云，花莲报道。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天花板上的木条看起来摇摇欲坠，拥有70年历史的烟楼是日据时代留下的建筑，附近民宅围墙倒塌，屋内凌乱不堪，不方便啦，家具都被掩埋在碎石瓦砾堆中，更惨的是连水都没得使用，地上放大大小小的脸盆，装来的水都要省着点用。新东西啊，
我们弄这个还有，还有去洗碗的，对啊，这样洗碗的嘛，是有洗碗的，有洗澡的，对啊，阿妈的而已啊，一店没有洗脚啊。富里乡是花莲最南边的区域，距离正央池上乡12公里，灾情严重。从空拍照片看，尤其富北国中临近池上断层，校内宿舍被震到倾斜。富北国中的教室宿舍因为这次的强震严重的地基下陷，校方原判约50公分左右。另外呢，这栋宿舍也倾斜，可以看到用专业的仪器大概测量，建筑物是歪的。裂痕从走廊穿过墙壁，一路延伸到家政教室，操场都可见地面隆起。校方表示，基于学生安全考量，再加上学校供水不足，目前都采线上教学。由于余震无法掌控，修复工程短期内还需要一段时间。TVBS 新闻刘婷婷、黄静芬、张美如、高志宏，花莲报道。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好，所有各位观众 ，TVBS 采访团队持续为您关心花东强震对于在地造成了什么样的灾情以及影响哦。那我们在的位置呢，就是花莲的富里乡，这里距离918强震的震央，也就是台东池上，大概只有15分钟的车程，所以算是非常的接近哦。但是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富里乡的富北国中教室的宿舍呢，其实是非常破损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宿舍呢，首先呢，这个地面呢已经明显的裂开了。那另外呢，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拉远一些些，可以看到呢，这个老师的宿舍呢是有明显的倾斜还有下陷的。那其实校方告诉我们哦，可以看到这个地基已经下陷的非常的严重，而且他们目前初步研判下陷呢是大概有25到50公分哦。所以的确呢，可以看到呢918强震对于这里的那个相关的影响还有破损确实是非常的严重。另外呢，在当地啊，他们也是借给我们这个角度仪的器材哦。那可以看到它不只是下陷的，最严重的其实还有倾斜的危机。所以呢，可以看到啊，光是把这个仪器呢放在这个墙壁上面，可以很明显看到它其实是有歪斜的、哦、所以呢，以防万一呢，目前呢校方呢也不让老师继续住在宿舍里面了。那当然这相关接下来的结构要如何的补强，或者是不是需要来把它拆掉重建，当然还是要交给专业的技师还有相关的土木工业的这些专家学者来做研判哦。不过呢，光在富北国中这里预计可能接下来一个星期都要在家上课，当然也是要来确定说这个校舍的结构都是安全的，才可以让小朋友回来上课。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资讯，主播。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家里地板出现好深的裂痕，跟墙壁间的接缝处整个分离变成一道地沟，房子没办法住。台东池上乡大坡村的居民心中已经留下阴影，就怕地震又再来。大家都不敢回去睡觉，睡大帐篷啊，睡车上的睡车上这样的呀。要等这个余震都已经没有了，他才敢睡了。有电了，没有水了。没有水了。那个水管破电了，地震那一天就停了。停到现在啊？对啊。918强震震央就在台东池上乡，六强震度，当地居民超有感，第一时间跑出门逃命。尽管人没事，但房子毁损范围很大，要修复恐怕是大工程。到现在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县府的官员来关心我们的民众，跟我们的族人是这样子。乡公所出钱，民众出力，团结担起修复家园的工作，自己灌水泥，填补地板龟裂，分工合作把凸起的板块铲平。位在正央区，村民首当其冲，但花莲地区灾情似乎更严重。他们发现那个池上的那个灾损没有那么严重，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要考虑的是地震波的方向，
不同的地震哦，它有不同的那个频率，主要的频率是什么哈？跟震源破裂的方式那些有一点关系的。根据建筑物的材质跟土壤地质不同，受到地震波及的损害程度也不一样。这回地震影响振兴村跟大坡村相对严重，尽管工程人员已经到场检查水管管线，但有些村民还是无水可用，只能咬紧牙关继续重建家园的工作。TVBS 新闻刘准黄静芬台东报道。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